好，马上就来关心哦，立法院这边的最新状况。由于我们可以看到，昨天虽然说呢，这个学生们呢是退出了议场，但是还是有百人死守立院不肯撤离。那么眼看呢，现在哦早上7点钟了，那么很多用路人要经过，警方也开始展开台里的举动了。我们立刻呢把时间交给记者温思涵，告诉大家目前的最新发展。是主播，我们在立法院的现场呢，目前传出的最新消息呢，是在中山南路的立法院大门口呢，因为群众呢不愿意撤离，所以呢在稍早呢，大约将近7点钟的时间呢，警方已经下令要强制驱离，那也因此爆发了不小的冲突。不过呢，我们现在来看到了，在青岛东路上面呢，这边的群众呢已经是完全的撤离了。不过呢，就怕有冲突发生，因此呢，全线还是封闭的状况。那警方呢也还在现场戒备。至于呢，中山南路上面呢，已经在清晨5点钟的时候恢复了全线畅通。先让我们听听看稍早访问。接下来我们希望慢车道先通车，因为毕竟机车行驶在快车道是比较危险的。那我们刚刚也跟他们主办单位希望他们赶快把慢车道让出来，那他们也愿意，所以我们等一会就请各位媒体配合我们先把慢车道让出来，让车可以在慢车道，机车可以在慢车道来行驶。如果柔性劝离，没有他们还是不愿意离开呢？我想应该他们是应该要配合啦，毕竟马路应该是给多数人共同来使用。好了，318太阳花学运呢，在昨天6点钟离开议场之后呢，是先到了济南路上面召开这个晚会。那呢，晚会结束以后呢，群众呢也是陆陆续续的就散场。不过呢，在中山南路上面呢，还是有近百名的群众到现在还不愿意离开。那原本呢，警方是希望呢，民众可以理性的自己散场哦。不过呢，这些群众不愿离开的呢，大多呢都是公投户台湾联盟，或者是那些不愿意反对退场的这个学生。那警方呢，也在为了呢要在上班以前呢恢复立法院呢清空，所以呢就在稍早大约将近7点钟的时间呢，是宣布了这个强制驱离，也因此呢爆发了不小的冲突。那接下来我们会将持续为您掌握最新的情形，先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好，谢谢思涵的连线报道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还是有一些零星的学生哦，或者是民众呢，那么守在这边。但是警方也是表示说，如果劝离没有用的话，还是会来进行台离的。